大家好，今天汪汪队要来贩卖机买食玩了。首先是汪汪队的毛毛，毛毛会买到什么好玩的食玩呢？贩卖机掉出来了一个食玩，这是什么食玩呢？上面有一位迪士尼人物的头像，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位人物吗？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食玩。原来是米奇头像的棒棒糖。汪汪队的毛毛肚子好饿啊。嗯，这是可乐口味的，他吃掉了棒棒糖的一只耳朵，他一口气把剩下的棒棒糖都吃掉了。这里还有凯莉猫的苹果汁，毛毛一口气把苹果汁都喝完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变形蛋，这是谁的变形蛋呢？让我们一起动手来把它变形一下。他的手上戴了两只白色的手套，这是米奇的耳朵。那我们变形好了，刚才包装上面的迪士尼人物是米奇老鼠，汪汪队的小爱也买到了一个食玩，这个食玩上面也有一位迪士尼人物的头像，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位迪士尼人物吗？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这里面是什么呢？原来是米老鼠头像的一根棒棒糖，这是粉红色的，它会是什么味道呢？让我来尝一下。嗯，是草莓口味，还有桃子口味的，好好吃啊！这里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变形蛋，这会是谁的变形蛋呢？让我们动手来变形一下。原来这是米妮的变形蛋，它有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呢。它的手掌和米奇一样，是白色的两只大手套。刚才小爱吃掉的棒棒糖上面就是米妮的头像，你们猜到了吗？汪汪队的露马也买到了他的食玩，这个食玩上面也是一位迪士尼人物的头像，那你们猜猜看这是哪一位人物呢？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这里面的棒棒糖是什么颜色呢？这里面的棒棒糖是橙色和粉红色混合的颜色，这里面应该有两种口味，让我来尝一下。嗯，原来是橙子口味还有草莓口味的，这里还有一个迪士尼的变形蛋，这会是谁的变形蛋呢？让我们动手来变形一下。他的身上穿了一件红色的 T 恤，哦，他的头藏在了肚子里，两边的耳朵还可以张开呢，好可爱啊，原来是小熊维尼，他最喜欢吃蜂蜜了，所以他总是拿着一罐蜂蜜。露马吃掉的棒棒糖上面的头像是小熊维尼，你们猜到了吗？汪汪队的灰灰也买到了他的食玩，这个食玩上面有两位迪士尼人物，上面好像有唐老鸭，还有唐老鸭的女朋友黛丝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棒棒糖是什么颜色呢？这个米奇头像的棒棒糖左边是绿色的，右边是白色的，这里面应该有两种口味呢，让我来尝一下。嗯，好好吃啊，这里面有甜瓜的味道，还有苏打的味道。这是唐老鸭的变形蛋，还有他的女朋友黛丝。
让我们一起动手把戴斯变形一下。戴斯穿着一件紫色的上衣，还戴了一个紫色的蝴蝶结，他的手上还有一个金色的手镯。那今天我们的汪汪队给大家带来了五个迪士尼人物的变形蛋，更多更好玩的玩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